叫李凯奇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在这里干室内模拟游戏场，还有棒球类，还有天津体育学院专业模拟课和品种兽。最好的运动是高尔夫的，后来那个健美、bodybuilding 那个国家队，然后干了十年左右，真的干一个工作一个方向就有点枯燥吧，无聊。然后我问那个我的前辈，然后他说高尔夫是最难的，是吗？我试试。我本来没像你们当教练、选手那种。那我爱打，后来半年以后就有兴趣，我喜欢高尔夫，那么现在到这个位置。参加比赛之前，提前一个月就学校通知我，然后能不能参加比赛。然后其实参加比赛其实没有意思，因为他们刚练。没到那个两三年的那个水平，所以肯定差很多，而且不行。可是我跟那个刘主任还有马老师跟学校说一声，参加吧，参加了我就经验，有经验就感觉就好一些。那个你得去下探的，对吧？你昨天去哪边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对啊，感觉也不一样，肠胃也不一样，处理方法也不一样。你们最好什么？最大的缺点什么知道吗？没有 OB 的情况下金沙杠，不会失望。金沙杠差别它都一样知道吗？然后你带好了他们就带不好，知道吗？没有 OB 没有金水的情况下都这样的，就是有的人还有的什么金沙杠说，为什么金沙杠？为什么金沙杠？他们自己那个咋？对。哎，这样就带不行，肯定不行。一定要就是说诚实泰然。对啊对啊。会天津吧？啊会天津吧？别参加比赛了，没有意思了，参加比赛。应该这样了，我就打完以后就看。中起来中看前面三百嘛，你能打三百吗？打几次啊？带一次三百嘛，然后就中五笔啊，然后金水都没有用啊，知道吗？带两百也行，一、二，你看飞球就起来就起飞就好一些，搓头嘛就咕噜咕噜咕噜干嘛？然后呢，你自己控制一下，然后看瞄的方向这样瞄了，然后呢，应该这样起飞就好一些。我们先去吃饭。行行。然后你们打球之前别压力嘛，可是你们自己想想，你们不是一般的啊，天津体育学院那个代表，两个选手，啊，不能行，一天有压力。不努力那个不认真打，就是来打不行，知道吗？
油香华丽。应该先回去啊。嗯，先回去，没事，咱去转公园。放你个炮。中心公园。现在晚上再去。不是虫子。让他说紧张了，让他说紧张了吧。没办法，有点紧张。有信心吗？有。我要看你的最好选手，300吧、400吧，没问题吧？200吧、200吧、200吧，两下一切全都300吧，我比你们。你的答案。哈哈哈！再给我来一个，这儿呢？来来，过这儿，过吗？怎么过的？哎。新手了，好多鸟飞了，是吧？还有两个加四，怎么来的？你看两个大杆打爆了两个，面多少？78，七十八。那怎么样？不好。多少？94。我指的是80。多少？我也指过，91。那你看这打的可好了，怕小鸟。然后呢？就是怕，到后面有一个，有两个八。有两个加四，你们其实真不错呀，头一次，对啊，没不是一共就怎么这样吧？上次我说了吧，啊，加两个加四就不行，知道？
必须得不能超过两个加二，知道吗？昨天正常，今天不正常。昨天打特别稳。我觉得昨天跟今天都不正常，知道吗？刚才马老师说对了，昨天你打九是二三还是五，我觉得就，哎，没事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就今天轻松打就好成绩了。昨天到哎不错了，今天努力打了七十多个，你这样下。今天我真的想打了六个动作，哎呀，今天能特。我一直在想，但是我不敢说话。你问问他，我一直不敢说话。应该看看你的性格什么性格，知道吗？干嘛？集中打，应该这样的打好。有点欺负，打好。康康是体力好，还有而且他的爆发力啊什么，或者是他的进攻水平就相当不错。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自己控制不了，问题最大的缺点是这个。一桥是。太薄弱的那种内心的感觉，所以他不会进攻那种，但是他也没有那个破发力那种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过一两年以后，我们学校去打奖杯。我们真的没想到你们。打你真的这样不错的感觉，这么应该今天啊，我本来我不想打住，应该最好的，我跟着你们一起走，我这个最好的，可是我突然想改了，为什么？我想看别的学校那个教练啊、老师的水平怎么样，高不高？我看看，我的问题是这个，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别的学校教练啊，那么那个老师水平。而且他们不知道跪着，还有一个不知道高尔夫礼貌，不知道跪着高尔夫礼貌都不懂，然后打好没有用。高尔夫什么？为什么那个高档的运动知道吗？有钱的不是，没有钱没关系，什么最高档的是什么？对啊，是不是高档的那个运动？开心打就没关系，可是开心打什么知道吗？开心打里面是。有一个基本规则，基本规则什么呀？尊重啊！有的选手那个动作就好看，可是动作好看，那重要可是他们没有礼貌，而且学校那个不重视这个礼貌的那个方面，我觉得这个不对了，我重新改那种。第一是礼貌，然后第二是动作好看，然后成绩好那种。大家觉得成绩不错，然后而且他们是大学里面的发展是应该没问题的，肯定有发展的，可是现在30%都不到，现在中国刚开始起来那个篮球的时代，还有都不怎么接触过那个人不那么多，最重要是控制那个心态还有礼貌这种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听、啊。